您是否知道马来西亚有超过 98% 的成年人还未立下遗嘱？立遗嘱是您在资产规划里保障家人的第一步。当您与世长辞时，这份遗嘱将清楚交代该如何分配那些您辛苦赚来的资产。遗嘱可以让您决定照顾您孩子的监护人，替您实现意愿，并解决您债务的执行人。需要给予什么资产及付出多少？谁是您的继承人？有了一份遗嘱，您可以避免遗产分配时的耽搁。乐伟可以帮助您解决这些不定数。成立于1995年，乐伟是该地区最大的资产规划专家，并专业于提供遗嘱撰写、遗嘱保管与信托服务的公司。即日起立即浏览 www.rockwills.com 或联系我们的资产规划专员。乐伟，让您的意愿得以实现。